世界孤立我任他奚落，我只保持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好的，坏的都散了。大家帮我看一下猫，我去买杯咖啡。 哎呦，阿拉农民们终于来了，我也惯人的。搿爸爸要好伐？要好得来，搿爸爸要好伐？哦，要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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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拉农民们天天就是天冷就是只热枕头，对伐？自家加温度勿适宜得来，对伐？适宜伐？哦，适宜对伐？惯人的。侬在毛毛勿落啦？侬在落毛毛呀？嗯啊。哦，落毛毛要冷啊。 侬晓得冷啊，冻得的啊！爸爸夜到不能盖被头呀，勿冷，好伐？阿拉继续落毛毛，好伐？落毛毛，让妈妈帮侬收只毛毛，好伐？乖囡囡，好伐？嗯，哦，勿好啊，妈妈要骂啊！哦哟，乖囡囡，哦哟，又看中草莓啦！哦，草莓好吃吃啊，侬吃勿啦草莓？哦哟，乖囡囡，乖囡。 草莓喝出去啦！不要喝我的水！不要喝我的水！又搞只翻嚟，真系嚟都得噶啦！屋企开动物园呢，一只就够啦，已经。我讲明啦，我唔会理佢噶，你自己搞掂啦。我同你讲啊，有包沙盆，有两个臭到死，成个乌烟瘴气。 你又要养吗？哎呀，太阳的养。养养鱼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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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养吗？哎呀，太阳的养。养养
chưa bà, chưa bà.跳的宝宝满月啦，今天来给三小只做个小礼物，只用十几块钱做一个超级梦幻的婴儿床，准备这些东西开始吧。把布盖上去压一压，反过来也打胶粘上去，做个垫子，缝好了把它塞满。折吧折吧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买了三种装饰，还是这个好看。
衣架固定上去，给他披上梦幻的白纱，再稍微调整一下下，完成，让小奶猫躺上去试一下。